Hi everyone, welcome to Vivian Channel. 今天主要是要放出来我使用过觉得能够帮助到大家的应用，还有我个人觉得好用指数最高 100%。 如果你们有什么推荐的应用，也可以放在评论区。分成几种了，剪辑、运动相机、其他。首先呢是笔记本，第一个是可以锁密码的，两个都比较简约。接下来就是壁纸了，有些是比较少女心的。现在就是美颜相机了啦，想必大家都知道这些吧。未完待续。